这边、哦、有公车可以到达，还、啊、要走这一段路，要土城3000米。这个怎么是私人的园区呀、啊？深夜潜入间进入，违者与小偷偷窃报警。是可以进来走吗？哎、啊，那些私人的。哎呀，啊、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哎，哦，这个你们有来过了？你们这个是在卖东西的吗？啊、哦，还没开放是不是？哦，这个算是私人的地方啊，还没有开放。没关系，有来到这个地方就知道有这个地点就好了。
这台是安那那会震咧北区，这是咧路里就是无路。较早嘛是一个舞台啊，可能即马落后啊，我即马够。啊，拢输人诶啦。
天上山，光光不照。这人的龙眼啊，龙户啦，槟榔，感觉到爽心了。
台仔顶。
根生花啊，坐在马路上面的时候见到的。哇，这边有这个走这整路都是要到那个哦，买票弄门票的园区才能够有这种福利啊、哦，这边免费的啊、哦，这边桐花公园免费。哦，走起来摇啦摇。叫做独木吊桥，嗯，非常棒的景点。都有好多条步道，赏萤步道啊、刚才有一个狮子亭，现在有一个胡伦亭啊，胡伦亭的是啊，胡伦社尾啊。哇，它是长什么树？香兰。哦，安尼要把这个树啊名你也发未完啊。这样呢，啊，分车去了，敢那夫妻妇。哦，啊，这一夜，安尼修行偌好。哇，非常棒的风景。林口台地大汉溪土城交流道土城工业区，哦，成林大桥六快速道路，哦，土城区公所，都看得很清楚。
这样刚好走一圈。香了，青山寺这新手给你介绍青山哦，青山的那个信条使命愿景，他这是一架流浪狗嘞，哦，这拢正港的山顶架，哎，我甲插起来，哎。